胶水拉开，因为你一泡开之后，我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假睫毛去组合成那一副睫毛的。哦，所以你说他能离得开他吗？对呀、啊，连睫毛都是专用的。对，就是，而且每次都会打造不同效果。比如说你是舞台需要的，跟你平常通告需要的，或者拍平面需要的睫毛都完全不一样。哇，那跟你搞好关系，是不是也有属于我的睫毛？谢谢老师的书，一定要买哦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到假睫毛，因为我最厉害的就是睫毛。这个假睫毛，我觉得是让眼睛放大，就是应该是最加分的一个。张瑶，你的假睫毛贴了几层？今天？今天一层，但演出都是两层。哦，一定要贴两层。我们先从眼睛中段先做定位，接着呢，眼头跟眼尾的位置呢，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就是服贴我们眼部皮肤的地方，我们再用手指哦，把它往里面压。哇！天哪！哇！人们羡慕吗？不是，我在想，就是经过这位老师画过的明星，他们卸了妆之后，其实眼睛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，是吗？我天哪！原来彩妆那么可以迷惑人的，这个节目暴露了我们。开心吗？好开心啊！那就拥抱一下思琪老师的。谢谢。那今天这期节目，我觉得其实是告诉大家，不管是大眼睛这个双眼皮还是单眼，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妆的方法，自己的眼睛非常的漂亮。那我相信，其实我们美丽俏佳人这样的一个节目呢，也是让我们的普通人觉得说，千万不要羡慕明星这样的一个就是光鲜亮丽。不要羡慕，因为通过看我们的节目，有我们的专家，有我们的思琪老师，我们可以能学到这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你说了，我今天一不留神又当一粉丝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把你叫来了吧？因为我是一个单眼皮小眼睛的女孩，可爱的，有个性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因为现在慢慢的越来越流行这种单眼皮的女孩子，就是她很有她的味道。一般大家不会说我漂亮，都会说这个女孩长得挺有味道的。所以你自己通过这个很巧妙的化妆方法，一定能让自己特别好看。好，因为众多明星携手佳人杂志的香烛计划呢启动了。那香烛计划呢，也是为宋庆龄基金会的中国女性创新与梦想的公益基金来募集善款，所以希望大家登录乐风网来这个献出一份爱心来购买一香烛，因为特别香。然后还有很多像周迅啊、李冰冰这样大牌明星亲自设计的香烛，请大家这份爱心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很感谢这个瑶瑶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还有我们的两位护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当然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思琪老师，思琪老师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专访美丽俏佳人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，拜拜。